赞达拉永垂不朽，罗亚守护和洛克亥一起去纳兹尼尔，我会在那里跟你碰头。我们一定要解决鲜血食人妖这个大祸害。 塔兰基公主派我们去纳兹米尔，我们需要你用异手龙送我们过去。我不想让宠物被鲜血食人妖吃掉。纳兹米尔向来有去无回。我不是在跟你商量，我们可是奉了公主的命令。你要小心，需要帮忙就回来找我。 公主，别冲动，我们应该从长计议，先侦查那个区域，然后仔细计划一下。洛克汉，你的建议非常好，不过现在该行动了，不能再等下去了，一定要阻止那些鲜血食人妖才行。 的人都被杀了，你现在应该明白了。
鲜血食人药都是禽兽。我事情很多，你快说。赞达拉屹立不摇，我不能坐视不管，任由这些可恶的怪物亵渎我死去族人的尸体，让那些鲜血食人妖为这种不敬的行为付出代价吧。你帮死者报仇之后再来找我。时代不同了，赞达拉也必须改变。祝你战无不胜，我最好先躲起来，等时机一到，我会现身，和你联手杀掉艾提娜。他一定就在这附近，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，只差就能杀掉这些怪物的首领了。为了保护人民，我会不惜一切，做好准备，前方不知道还会有什么危险。罗雅，不，原来这才是鲜血食人妖真正的实力。哦，父王，你为什么一直不肯面对？
我知道鲜血食人妖是莫大的威胁，可是我没想到居然有这种东西。如果不阻止那个怪物的话，他会毁掉祖达萨的。 见识到了吧！现在懂了吧？古汉会征服一切。我们该走了。 小心！好啊，小公主，你逃不出主人的手掌心，古汉会吃了你。我才不怕你，跟那些怪物，我会把你们全部都杀光。他们没有跟上来，看样子我们安全了。要是让他们放出那个怪物，就没人能阻止鲜血食人妖了。 就算有你和部落，力量还是不够。我们必须重新拟定计划。快点，我听到其他人就在附近。你说，对方有什么？我以为要对付的只是一群找子来的家伙。一定是这个古汉，赋予他们力量。 我们无法对抗的力量，一定要改变策略。哈哈，看来你已经计划好该怎么做了，公主。塞达拉永垂不朽，希望国王总是在看到我的前，先看到我的力量。我们的力量不足以阻止鲜血食人妖，不过我们还有机会。 那就是纳兹米尔的罗雅。罗雅，公主，他们是既古老又强大的神奇，有任何一位在这个肘子里面吗？纳兹米尔是被诅咒的土地，但还是有罗雅居住。退后点，我来看看哪位罗雅在这里。 找到了，乌龟的罗雅托加。 他仁慈又睿智，一定会帮助我们。我来看看还有哪位罗雅在这里。青蛙的罗雅奎格瓦，他在纳兹米尔。奎格瓦非常强大，他绝对不会允许鲜血食人妖再次肆虐。啊，蝙蝠的罗雅希尔雷克，他一定就在纳兹米尔。那个狡猾的罗雅一定知道要怎么阻止这一切。 死亡的罗雅，国王萨姆蒂，他很强大，但是狡猾又危险。每次跟他打交道都是一场交易。我感觉到他的力量了，就在附近，比其他的罗雅都更靠近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和代表死亡、乌龟、蝙蝠和青蛙的罗雅打交道，说服他们出手阻止鲜血食人妖。洛克汉。 唯有如此，才能拯救我的人民。我愿意付出一切来换取他们的平安。你们愿意帮我吗？为了保护人民，我会不惜一切。你们全都听见公主说的了。我们的目标就是弱化鲜血食人妖，赢得罗雅的青睐。前往沼泽。 全力协助公主，还有我们的勇士对抗鲜血食人妖。乔虫家开始行动，我想到要怎么找到希尔雷克了。你是谁？好，就这样吧。沙德拉在看着你。 Thank you.
你好啊，赞达拉，永垂不朽。 Thank you.
你想干嘛，有钱人？一切小心，你最好别小看我啊！
有事就说吧。这里干嘛？好，就这样吧。你最好别小看我啊。沙德拉在看着你。
你好啊，一切小心。你是谁？愿加尼带给你财富。
没有目标。Okay.